请 Joyce 为 Joyce， 现在 Joyce 呢来到了大甲妈祖绕境的现场，我们已经抵达了新港奉天宫了。然后呢，绕境的队伍真的非常的长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盛况。现场真的超级热闹，有非常多的阵头啊，或非常多的庙宇一起来站定，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妈祖。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的傣嘎妈就要在新港奉天宫这边住驾，然后呢，现场非常多的信徒，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哦，这里是我们的三乡，然后后面延伸超远的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超远的，然后这里离比尔店还有一段距离，光是桃园以后就已经那么长了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队伍会有多长。算很多人哦，现场的分类也是要做好。哇，一系列的队伍非常热闹，然后现场挤满了人啊，真的很多人，然后这一整条路上都是那个，还有很多阵头啊，然后很多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妈祖绕境呢，可以算是台湾啊最大的人类移动。
新港红灯宫，横向向六六六线港。
欢迎我们大家进来跟客户成功的掌声欢迎。刚刚聊到的是咱百丈庙的一个宾馆的猫鸡桌，上面有两盏的，掌声欢迎。咱妈祖的一群到位，大家妈一群到位。青山。